几几年？现在一二年。几月几号？9月25。57岁上高三。我们就这样在这个世界生活下去也挺好的。啊？他刚才中暑了，昏倒了好一会儿。没事吧？在草莓世界，师傅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。爸，你谁啊？我是你女儿，现在是2018年。你是我女儿。在知识世界，他的人生才只过了一半，他还那么年轻。肯定是某一个时刻，某一个人，某一念的选择变了。是不是装病逃课呢？啊？见到你真好。既然我们能来到这个世界，也就意味着我们比正常人要多一次选择人生的机会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世界的老年会这么不同。在草莓世界里，他是实验中学的会计；在知识世界，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数学家之一。你虽然是我闺女，但是这也太聪明了吧。我爸还活着，只是在另一个世界。就算能重新来过，还会有新的遗憾吧，到时候怎么办？你说那个平行世界是不是有点逃避啊？一件事坚持20年，你让我现在放弃？好嘞。那如果我有一天不想学数学，你会逼我吗？成绩不代表一切，我闺女挺好的。一个数学家研究了一辈子，发现最后没有成果。我证明了，我忘了。你觉得他会开心吗？那你会永远爱我吗？其实我没有佩芝那么聪明。那当然了，你是我女儿。